前方，带警用人机测应，准备打。妈的，你要中龙了！教官，教导队就剩下十几号弟兄，再一步就出城了。打。 缺少导弹开的有效武器，包括时候的众怪军队会用一种原始的方法，以自然有的身体来做掩护，让爆破手尽量靠近坦克。当时的众怪人不愿意忍受断网怪炉的耻辱，往往就让命 keeping。